世界杯 Power。喂 ，Michael 啊，你知唔知道我哋每一年咧踢波嘅球员咧都会好好待遇噶嘛？但你估下今年国家队边队最好福利啊？诶，唔使讲啦，一定系德国噶吓。嗱，唔单止系俾佢哋啊食好啲啊住好啲之外啊，其实啊佢哋咧特登喺巴西嗰度咧起咗条度假村啊。哇！里边咧吓咩都有啊，泳池啦、桑拿啦、足球场啦，哇！所有五星级酒店里边嘅嘢咧，全部都有。真系希望咧德国队哋能够咧喺 G 组嗰度咧有好成绩啊！一定要啊！嗱，仲有日本队都唔差过。有人氣女神 AKB48 為佢哋打氣，即係隨時連衝力射球都射得出嚟啊！唔係意思，唔係先。喂，不過我哋啊無線網絡電視嘅觀眾都好有福噶噃。點解咧？係咪因為有 World Cup 女神啊？雪 BB 盧蜜雪唔吸引咩？哇！直頭揾翻初戀嘅感覺。係啊，嗱，想揾翻初戀嘅感覺咧，嗱，大家記住啦，我哋嘅無線上鎖頻道19台啦，我哋會全程直播咧64場嘅賽事噶，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睇波噶。仲有 Michael 主持嘅低俗广播团啦，包括我哋 TVB Window 台同埋体育台，64場会播足晒俾大家睇，同埋咧有好多唔同地方咧会播精华赛事嘅。